百买两百的。嘻嘻。无票白了啦，就内行的啦吼。内行的啦，无票白啦。买两百。两百够了吼，不拉鱼呢，两百呢，两百不拉呢。要两百啊！来，不然两百不然啊！两百不然无人啊！你大货，遐放一斤就三百外块啊！来，给你。来两百有人啊，两百，来两百过来，两百，两百，来够有人啊，两百。两百好嘅。来两百，来两百个人啊，两百，百，你看啥？哦，来两百个人啊，阿爷不到吧？啊，不到人啊，无啊。那就找你鱿鱼花要两份，你鱿鱼花要两份 ，OK。我要先帮你寄哦，因为今天鱿鱼花应该没有带很多。不到。布拉鱼两百个人来无？来，再问一届来。来布拉鱼，布拉鱼，布拉鱼有人来无？布拉，布拉鱼。煮稀饭，煮硬菜汤。哎，你鱿鱼花两份是要一百两份还是两百两份？是两百两百还是一百一百？到两百呀！啊，你看到多利有人来了，多利，包起来两百块，几分啊？包来两包，我来两包。OK， 两百两份都四百 ，OK， 帮你记一下。两百个人来哦，虾子哦，好，虾子哦，好。还有，加哪还有咸水的哦。这是大闸蟹。那大闸蟹。你要虾子吗？对不对？还有两百，两百哦。快啊！我妹啊，我钓几斤不够。有乌鱼，还有乌鱼，还有。乌鱼今天是一只一百，三只两百五，四只三百。不然卖还能卖？这要捡能百块，完了哦。弟弟忙起来，我点多少？大家好，我是小金枪。你有啥？虾来啦，要弟弟啦。
虾子啦，被秘密啦。这龟五百块，这三百块都没。他们很大块的肉。多少公啊？多少？因为我老公好公这。我以前那些刚刚被他们买的。有啊。哦，来。这样下面，这明明在小楼，这大地。无啦，一份差不多，啊，无迄种。重量，我等于真正咧好食啦。我一包好卖百二，两包卖二，三包卖三啦，够卖了啦。我一包送你。对，一包一千。大家谢。嗯，大家大家大家，一公斤。一公斤大家。哎，对。包红枣。你要留四只哦。嗯，好，我帮你记一下。啊，一样虾饼个人卖，一样虾饼啊，你等于煎煎的好食哦，哎，干煎就很好吃啦，这一包泰式酸辣酱哦，你啦。哎，我问这个先啊，来两百块，两百块，一包、两包、三包、四包、两包，好了，两百块一样虾饼个人卖嘛，两百，还一百无，我要做假动作。哦，两百块钱，你干无啦吼？两百，两百一样虾饼两百块啦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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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鱿鱼花200，鱿鱼花200 ，OK。虾仁剪了200块，200有无？那大家烧诶。哦，我捧走。虾仁呀。我来虾饼。啊，虾饼来200哦。早就快发来，过两个月要虾饼无？那你们公司这里有呀？这金条，做咯。比 OK 较好食，那个是嘛？比 OK 较。那个虾子好卖。虾子好，你要500、300。来500好不好？好，500块。现在500就可以了。对啦，500人，我们两百500都要赚。啊，有欢喜就爱加挂，有啊，少年的有欢喜就爱加挂，对不对？你讲有欢喜就爱加挂，有啦。你送我嘛送啊。安尼哦。系啊。来，来来来，出来啦！又一千来，又一千来。这边够介绍啊，这哪里买入门？哦，来这两个摆起。刚刚谁要游一圈？刚刚谁要游一圈？我看一下。一包一公斤，我一包回来。刚才有人问游一圈是谁啊？是微不足道吗？你刚拜我们再坐的，再坐拢少钱，再坐。听无啦？拜过啊，无我的代志。两包两包包起来，两包两包。两包包起来，还够先卖两包，大包我两包两有一千哦。好，微不足道，帮你留两份了，帮你留两包了。啊，几个钱？啊，几个钱？哎，鳄鱼，够人不吃的无啦？鳄鱼啊，还够人爱问两百块。有一千，两百有无？200块有一千啊，三十块好食，无人买啊吼。我问直接剩200有人要买一包的无？100块，下面人买一包的，100块就啊，100块对啊。100有无？两方少。还够100有人买无？100块有一千啊。哦，三十块啊，好食，你买无？100块。一年啊，100块啦。你背包拍24个。你一个拉链六片，你话你要拍二十四根，个人系无100块，100块都要出卖腰一千，啊？什么？便宜无？便宜无啦？无便宜，便宜哦！迄大只，迄个人有卖去卖了。你刀啊吼，你切只便宜刀啊，想到要用你讲伊啊？你家一支刀啊，穿外好，干来买伊讲伊刀啊，干来切一只便宜，太唔值。你大，干贝大粒的，这也正干贝，你过下去等下换，一个阿弟一个一公斤，一公斤重，一
块好，你卖来卖八百，以后卖八百啦吼，这两块卖啦，这两块还会剩两千。我不知道，有帮你留一份哦。你有钱买两块啊？我只要借五百块，你有两块哦。敢卖啊？我这几天奶油煮双板煮好，食好，我就是这两块五百啦，敢卖过两百无？五百好，五百敢卖有人卖五百好啦？五百，有人卖哦。两块五百，两块。哎，两块两块五百。哎，福气啊！哎呀，还卖得钱了。你莫客气，你莫客气，快上手哦。哎，我问你来，你错人啊吼，错人啊，我袂听不来。错人啊，你水听唔到，等于用烘的用真的好食。听讲顶烘的一条，加一条，咱卖三百个。海山大鲍鱼，哦，等于我用外口人烘好哦，到一条你讲互你啊，一地来卖三百。我一地卖三百，两地卖啊，这两地多开六百块啦。我问地这两地开五百啦，不系无两片五百块，这两地五百块，这两地这三地要来五百，我问地五百块，三地五百块对吧？三地五百，安尼啊，一地搁啊三四地五百块对吧？五百块有两百五百块，我钱我差五万来块来。我问地我借钱提啊，今年借钱头前搞买来，这四地五百来，我借钱这五地五百块就是啦。咱加来五百，先来五百块五百块对吧？有人要吃葱来啦无？等于用烘的用这，这无人要吃哦。嗯。安尼啦，安尼啦，我招三个人进去，还有无？我招台下有无？我这是过来招你进来来，我招我来。拜拜。拜拜，拜拜，各位。好。来来来，这有啥物招来用用烘的好吃哦？嘿，这冤家，我全部有钱来，这点东西。明天我就会卖大家先拿布置上。不知道。啊，接下来我招一个招招招，是啊，佫加一条来，五百了啦。你好赞哦！五百块，五百块，五百，当然无人要谈。五百，五百。好，当然五百块，五百块无人来，八地五百块无人加招，还是看哪哪只好。五百，五百，今天卖五百。我唔拿你啦，你五百万我也买袂啦，我就直接买四地三百五，下三百块人买嘛，三百块了啊，吃不完买三百了啊，伊个四地五百块就没赚啦，五百块不能开了。哎，你刚开的。来，我问问第四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三百块，三百了。来，我再问一下，来三百块，还有谁要来？来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来，来个三百，先卖，过两百个，后边来，后边来，后面后面的。来个三百块，先卖，我问问第三百了啊，三百块，过两百无无，第三百块是第来，第来三第来。三条来啦，或者四条来，你五条，我先三百了啦，三百块吧，伊先三百来，来个三百块，够啊，来啦，够啊，够啊，来啦，够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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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这么大只，大概可能要到两只五百的，得要两只五百哦。这么大只可能要两只五百。这么大只可能要两只五百，但是要他卖还准，以他卖为准，我不确定，但是我以我的经验，对不对？几栋？金正美对，金正美，金正美，我接。我来讲吼，你这吼两种口味。没有，他只是把头发绑起来而已。这个啦，能吃嘞，这你干了没？好，你干我条，这鸡也为了我死的啦，来，这我问一下啦，我会用几两块去吃牛啦？这大只的、大只的，这鸡你搁加水哦，你搁加水，这只鸡啊两斤，两公斤半，哦，二点公斤啊，来这鸡啊才两斤半啦，来，还吃我问一下，吃买一吃我就死啊，给牛啦，你转去哦，你去啊公司哦，你吃条票啊，这票你搁拍了，拍公司就对啦。伊网络一只卖啊，一只卖五三，一只卖你五百，你外口无对买只，一只卖五百，卖四百对吧？我绝对有人买，四百块能赚钱啊！有人买，大只鸡啊嘞！我头前倒只鸡啊，一只卖四百嘞！有啦，啊你啦，卖我开四百啦，我只卖三五啦，三百了啦，三百啦，一只三百块啦，卖我三百块，不要钱无啦，真的。动好，一直动，我一直动，你一直动，我怎么是装的？我现在三百块，还有谁要三百块？我们还没在给啊，哎，不然不然两个捧照片啊，吼，来，不无你一只两只五百块啦，这个无啊啦，哦，那两只五百块拢死鸡去食的，
这歪这歪哦，这歪哦。你歪这歪，你歪歪，大亏。哦，这歪啦，哎，这么就这。你先买，我问你啦，这我未坐，我未吃饼啦，吃饼啦，别过我。我问你啦，你包掉钱，刚还先跟这两边我介绍啦哦。这哦，哎呦，这哦，你行多，侬有这比价啦。哎呦，多多比较，哎呦，今年你无买买无这介绍啊。这哦，去年一块卖了这，我一块卖三五。三倍，今年一克若无破四百，你买袂着啊？那一克若算四百，你买无两块，买八千我少些。七啊五七百了，有人来，这两块七百块，这拿六百了，无你卖单号的哦。介就先买两盒啦，介就先买两盒，我问一斤两盒六百了啊，两百块，两百有六百块，是按两公斤量，几号两公斤哦？无要差我，无要差我呢啊！哎呀，别啦别啦，五百了啦，五百五百。海鸡母啦，海鸡母买五百块，这个回去清蒸煮汤都吃了。你多好，今我好卖，我好清早就吃四百。你话好吃，一只炒一公斤啦，这两块有你啦。两只话好，台上块要开一千块，这三块有你啦，这三块才千五，这三块来千五，一千块有你啦。这三块来，两块三块有来，两块三块一千斤啦，这三块一千块八七百了，五百了。三块五百。好起来啦。哦，多少斤嘞？你三只炒五斤重啊啦，一斤卖四百啦，五斤啊卖两千啊啦，个人啊五百块一个，你来五百块，五百，我无啊吼，四百升啊，四百两百升啊，四百两百，四百八百，八百了，八七八七啦，无啦，一百七最后一只没有，八七嘞，八七嘞，老对一只，老对一只，八七嘞，四千三。哎、欸！哎，不听我话，我话伊袂介绍，你大只，你大只，我话，这样我话用，这我话我只会排几百，我只会两百，一只超过两百块，只才过两百块啦。我唔是你提倒去看卖，这只水着啦，我话是啊。我只我连食水袂错，头尾拢一尾袂来啦，一尾袂两百，两尾袂四百。哎呦！只袂四百来，这两只三尾开偌济？两只袂四，三尾六百。五百块怎么吃我啊？你要吃狗皮啊？哦，是你哦。哦，好嘞。哎，那你来买五百块，只买个十二、四尾五百块咯。来，五尾来，五百啦，实在啦，五百块，你还只买十二块。还过人来无啦？阿伯来，只买来，两尾来啦。你三尾又来，你四尾又来啦。五尾来，五百块只来啦，好嘞。哎。只买来，两尾来，只三尾来，四尾来。好吃，好吃。可以赶高铁。大表对，是要很大了，人家有买就代表很大了。哦，一只才一百块，不用再考虑的啦，五百块得了。我先不讲，我也五百块嘛，你要不要？啊，那这里就给你看了，拿这给你看了。然后，你慢慢想来，想到来就没有人来，来，对吧？来，快再见。好，我要回来。哎呀，你来，今日食什么来？黄鱼。黄鱼。鲍鱼哦，鲍鱼，鲍鱼。鲍鱼，我袂食袂鲍鱼，鲍鱼来，鲍鱼，你介绍只哦，迄种过年哦，拢去大个鲍鱼，拢去个啊。一条卖百五，两条卖三百，谁人爱食鲍鱼？要三百五，三条三百。你四条三百，我拢食五条三百好啦。哎呀，两个人去抢六条三百，对嘞，就够三百块啦。哎，最后这两条一百块，先卖一百块就卖了。鲍鱼啦，鲍鱼，无啦吼，无啦，不食黄鱼啦吼，黄鱼等于糖醋红烧真好食，黄鱼啦吼。爱食黄鱼个紧嘞，去黄鱼有水无水你也看卖，黄鱼无水巴肚变白色个啦，爱食先来食买两。